这两天，一段男孩敲鼓时打瞌睡的视频在网上火了。其他小朋友都在认真地敲着鼓，唯独他坐在地上睡得倍儿香，小模样萌翻了网友。小男孩手拿鼓槌，抱着小鼓，坐在地上打瞌睡，时不时瞪大双眼，看着可精神了。可下一秒，男孩又把眼睛闭上了，睡了一会儿，身体不自觉地往后仰，一下又惊醒了。周围小朋友的鼓声都没能把小瞌睡虫赶走，男孩一副众人皆醒我独困的样子，差点睡倒在地上。每次睁眼都感觉男孩在自问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这一系列的可爱反应把网友们都逗乐了。有网友调侃：被迫营业的小朋友像极了上数学课的我。还有网友表示，其实小男孩一点都不困，他只是闭上双眼，在静心聆听着美妙的鼓声。